我们经常在网上会看到某某最美校花，中国几千年来第一美女，还有各种各样各式美女网红。有时候我也会感叹，上天真是不公平，为什么不给我这样的脸蛋和身材。说到网红美女，神田沙织大家应该都熟悉吧，她不仅拥有一张完美的娃娃脸，而且身材是相当火辣。她曾因天使面孔魔鬼身材火爆台湾网红圈，她常常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火辣美照，吸引了近万粉丝关注，而且粉丝们情绪都很狂热，神田沙织每每有新照分享就会引来集体欢呼。然而这样的场面已经成为过去时，近日有网友匿名投稿曝光了亲手所拍的神田沙织素颜照，希望让粉丝清醒，现实版的神田沙织根本和美女沾不上边，知道真相的粉丝眼泪掉下来。照片中神田沙织不再拥有似雪腹肌和违规罩杯，五官肤色都有不小的差异，照片泯然众人，巨大的形象落差也立刻引发粉丝们的不满。有人吐槽称，如果他哪天走丢了，对着照片永远也不可能找到本人，这完全不是一个人，这根本就是醇厚大妈，很好，这很 PS。 甚至被网友吐槽像极了凤姐，看到的就是真的，小编呵呵，骚年太年轻了，化妆整容 PS 美颜，你眼中的女神也许根本没法看素颜，如果真的在街头碰到网络直播中的女神，你反倒会认不出。对此神田沙织在 Facebook 上回应，好想死，我到底对不起谁了。其实在我到底对不起谁的回应之前，神田沙织也曾无惧网络留言，一如往常的发文晒傲人身材，回应不喜欢就别看，我巨乳我骄傲。但不久后他便删除了这条推文。对于神田沙织的消极情绪，网友们纷纷留言安慰，网络有好就有坏，还是请姐姐加油。也有网友却看到，感觉你可以开一个修班图发家致富，技术真的很强大。神田沙织还回应称，关于上新闻的事，虽然不知道是谁爆料，但谢谢让他上新闻。他也澄清，从来没有说过照片不修图，会修图犯法吗？本人才没有那么丑，欢迎约出来玩。请问只有我修图吗？要不要把修图的人都爆料算了？最后他表示，想删除好友和退关注的都可以哦。在这个郭德纲能修成郭雪芙的年代，我们还能相信网络美女吗？